关心今天双方的先发球员，在中华白队的部分有陈英俊、简佑哲、李凯燕、陈冠权，再加上中锋 Cal Barron。另外菲律宾的部分呢，背号一号的 Keeper， 背号三号的 Adrado， 背号四号的 Kyle Brian Cruz， 以及十六号的 Roger Borgi， 以及二十四号的洋将 Michael Myers， 打了整场十九个篮板球。外围陈英俊的三分球 ，Keeper 球线交给 Myers， 这个球上去 and one。所以这就是在昨天在中华队中华篮比较可惜的地方。哇，陈英俊背筐。再回给凯尔外身三分球跳投 ，bingo！ Keeper 接到心脏地带的高挑篮，出手不进，篮下是 Myers 把球给点进，利用掩护，再做一个转移，戴夫的跳投出手，这是一个远距离的 long Ravenna， 再做一个传球外线三分球进，拿过帮忙拿过的阵子啊，可是他注意到来帮助中华白在整个实力上能够补强，是，他就顺便看看他的状况。接到心脏地带，转移到底线，外围是 Ryan 的出手，球弹进去。陈英俊带球向前，快速推进到篮下的上篮的，交给 Kyle， 禁区转身单打篮下，左手放置，两分领先。地板球给的漂亮，到篮下出手擦板得分，但篮板球再被菲律宾给拿到。外线 Ryan 的三分球出手进，这个下手非常的快，但 Quincy 再拿回来到篮底下，这是一个净算加罚。Right， 切到心脏地带拉杆的一出手得分，球到底线外围又是一个空档，三分球出手进。一个防守之后，你二线来协防，我就往外传。哦，外围是黄的刘仁豪，刘仁豪在外线起了出手进，转移再交给黄聪汉，外线再一起出手哟。还有，哇，这球传得漂亮。这个球再交给陈冠权，篮下再起，这球打进，他做一个挡人。再回一个跳板到篮下，切入转身向后的飞德位，哇！现在中华队场上有李凯燕，哇！我的三分球 bingo， 李凯燕要注意了，其实菲律宾的小动作很多，要给 Kyle， Kyle 背筐要单打进去的抛点 ，Ravenna 切入在空中小球再传出去，球再转移到禁区，马尔在篮下的。外围菲律宾的机会，三分球跳投，这是一个带球到前场，再交给陈英俊，这个球是进。李凯燕切到禁区地板球，给的漂亮，找到利用 Kyle 的掩护，高调再交给 Kyle 空中接，菲律宾再把球给救回来，底线的跳投出手进 ，Christian 的跳投出手不进，那篮板球还在菲律宾的手上，这个球投 ，Matthew Wright 他真的从中距离跳投棒，外线起了三分球跳投，还有七秒，球到底线，黄汉好球，漂亮，找到的是温，哦，有机会，底线外围的出手，哎，黄聪汉在外围尝试三分球进，Giovanni， 哇，这次的 crossover 直接过了，再转移出来交给陈英俊，上篮剩下两秒，陈英俊的抛投擦了进，陈英俊。在底线的抛投出手，再回给 Ryan， 哎呦，外线又是一个极大的空档，被他投进了。再回给 Kyle Barron， 送给李凯燕外围的三分球跳投进。最后菲律宾队也不攻了。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比较可惜的部分是中华白队最终没有办法赢球。